分高下的话，哇哇，战士来了，五羊五羊，欢迎五羊，哇，一、二、三，战士，害羞，走喽，往那边走，出发，害羞，害羞，害羞，好，我们掌声迎勇士，恭喜恭喜恭喜，哇！辛苦了，辛苦了。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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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一场成为勇士进场。哇，外面好漂亮哦！外面就完全不一样了，真的很不一样。这房间，哇 ！Oh my goodness！ 这个就是一个 chef 的房间。这个地方是我们的起居室。哇塞，我靠，现在才看到后面呢。那这是我们的主卧，那我们全馆只有这个房间双人床。好舒服的感觉，因为你这边房间其实蛮大的，我们洗完澡来这边集合，来一下就是吗？来交流一下啊，好，你看看，好，等一下新手可以脱衣服，好吧？好，好，辛苦你们了，对对。哇，同房间，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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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在干嘛？洗衣服。三天同一条裤子没有洗，受不了了，我臭到不行了。不管明天要干嘛，我都要洗衣服了。因为你们很贱，叫我们带四套衣服，也没有跟我们说。对啊，没有，你也没有说我们要去爬树，也没有说我们要去那个去山训。然后我带西装裤来了，刚笑哎。结果我一条裤子穿三天。要上油了，哎呦，好干哦！哎，你这件明天要穿的？明天穿哦。哇，等下你那边送的，香香的。好，那我拿去房间晒。好了，我们这样去。你要去，你不在这里晒太阳啊？这边有太阳吗？我们这样去，我们这样去五羊房间集合。哎。这些料看起来好可怕。为什么你要赢？你赢了，我们就有这个空间玩这种东西，我们就一样睡在我们的房间里面，好好的。我们现在应该就睡觉了。对对对，等一下，刚是你提议要玩的。我没有要玩。有啊，我说来这边玩。是你提的。我不是，我说来旁边聊天。我们进来以后，这个桌子是怎样？你有酱料，你又没有肉给我们吃。好了，先加嘛，先加料，一人加来。加料，应该先加水吧。好听，好 ，OK， 好了吗？加一点点，哎，我加一点水，哦，好啊，好的感觉，好，好，好，你把我黑，你把我黑 ，Oh my god， 这回死吧，你喝看怎么？还有两样啊，还有两样啊，不是你喝看怎么样？还有两样，哦 ，OK， 哦 ，OK， 一条，那个有漂的，加点酒可以吧？真是几个。OK， 那做一个这是送国宴君的。一round完什么？那就我放心就好了。我跟你讲，你闻这个味道。哎，桌上扫一下，我面食嘞。这是地狱来的酱料。六六顺口。你一棒子中好吗 ？Sorry。第一个游戏，先玩心脏病吗？好，输的话，好输的接受真心话大冒险。赢的问输的嘛。对，一，开始啊 ！OK。二，三，四，五，六，七，八。
其实我跟你们讲，我本来就输了，可是他把手拿出来。如果最后电视台决定只能留一个外国人，你觉得要留你还是留？还是留？好难哦。不难啊，因为我。我要真是一个好朋友，然后我当然也是很祝福他了。然后你知道我们好多未来的作品，对不对？所以我选择大冒险。好可怕！你们的大冒险应该很恐怖哎。好一张，这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刚刚还选的是这个，美丽之吻。美丽之吻。因为贾斯汀很喜欢那个什么，不是？贾斯汀很喜欢原住民的文化，所以我打算把它画成跟一集一样就好了。就是不能离开我的脸哦，我没有离开你的脸啊！不要通过鼻子啦！哎呀，超帅！有手机吗？可以给他看一下啊。Round two， 好，一、二、三、四、五、四、五。还好啦，四张而已。那你觉得二分之一强的外国人里面啊，最讨厌哪一国人？你讲哪一国就好，不要讲那个人。哪一国？挪威，挪威好。哦啊，马丁？不是啦，马丁是瑞典。说这班没有水准的人。哦。怎么说？是哎，跟我想象的人就是一样的。打开新闻应该是可以找不到。我也不知道。好 ，OK。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三。哇，这把多了。问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播。那就问啊。你最后一次接吻是什么时候？他可能会说今天早上。是不是今天早上耶？哇，有点距离。你是不是在想要找好像我就想要打好像我想要打好像不会是昨晚吧不是我们不是了可能不是在这里面哦好来我要打给你选你选的我不知道我都不知道好哇你又打又来一个健康心跳啊完了你要被电了这什么哇塞健康波大 Oh my god 我已经完蛋了从这上面跳，往这边跳就好了，一下就好了。好了，好了。啊，这样子，我跟你讲，这样子，这样子。要你先示范一下，你先示范一下。好，我示范一下。不，你就这样就好了，这样一下啊。好。我们是一个打工换宿的节目啊，是的，是这边吗？对，没错，高质感，我有忘记了，非常的有质感，高质感，对不对？好 ，OK， 你我开始，你一我二，你三呀，好，不然嘞，好，一二一二，哇，我第二个，我第二个，哎，你的手嘞？你的手嘞？你的手嘞？好，行，我知道，其实外籍的艺人在台湾工作是非常辛苦啊。我知道你们其实，在镜头前面都带给大家欢乐。嗯，那如果你的经纪合约到，你会换经纪人吗？哎，你刚刚说你这个问题，说他，他很聪明，他问这个问题，因为他知道我跟经纪人真的没关系，我不会讲。度很低，我不会讲。很低，你也可以用大冒险。那你问大冒险，就是你会换吗？去年问我这个问题，我一定马上会说马上换，立刻换。可是现在是真的感觉我们的默契就稍微变好一点点。除非大家网络还是一直被骂的。那可是我们就是还 OK。那会吗？
不会，你还有几年了？不要问这个，不要问这个。OK， 不然会有很多经纪公司会打给他。对，好 ，OK， 好，不会啊，不会，不会换，真心换大冒险。好 ，OK， 那我们就看你会不会换哦。好 ，OK， 好，我们就到时候会换哦。OK， 好，好 ，OK， 好来，一。你有没有常常在人目前的在录影院在干嘛？你怎么录影院？我懂是吗 ？OK 了 ，OK 了，我就是啊，真的人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好不好？对对对，大冒险，来，我等一下。是要戴面膜吗？面塞的这个机头套，然后裸奔啊？裸奔提面子？裸奔全身脱光哎？再来裸奔？去外面超找骗人？哎，这样也好，因为你戴这个没有人知道你是谁。好笨哦，怎么怎么？哎呀，用面子大冒险呢？这个给你遮住，可以遮着啊，遮住，可以遮。这是你可以一个人吗？我可以一个人啊。你要跟我一起吗？你那么想去哦？没有，看你啊。那你要戴什么面具？我觉得他们两个可能有情愫。你不用戴，真正的男人。所以你是会全脱？你觉得我害怕吗？好，那来。一直要被惩罚了，这有病！没过人的逻辑。哎，这个大冒险。那我在这边等你们。我不敢。你不会一起来吗？不敢啊。他就不是正确的男人。我是熟辣。你们至少还可以回国，我没有地方回了。门口脱了。还有题目，还有大冒险吗？最后一个，最后一个，一，你可以玩很久，三、四、五、六、七、八，哎，你已经没了，对，换你，哦，九，哎，你不能玩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还没完整，十、十一、十二、三、一。我刚才才聊说十四，我们开放现场提问好不好？我们没有题目就直接大冒险。我也没有题目了，我也没题目。大冒险好了，来来来来来来，到这边就好了，渣渣不要好了啦，渣渣人太浓了。Oh no! Oh no! 喝下去更可怕，我跟你讲。放在嘴巴只有米酒的口味，吞，你放在嘴巴里面味道很浓，真的。你完全没喝吗？还有，还有喝，还有喝，还有喝吗？有有有，还有喝一点，啊，一点点，他有喝一点点肉，这有喝的全部尾了。嗯 ，OK， 好，那这副牌呢，我们最后就送给贾斯汀好了，好不好？让你好好玩心脏病，等到你好了之后呢，再来跟我们挑战。真的 ，OK， 好，加油。一，太纠缠了。你也换一条黑色的，整天这只蛇，这泰鲁哥只有一条蛇，是不是？无聊哎。好了，那我们睡觉了。好 ，OK， good night， good night， 谢谢。坐在沙发上，把台湾彻底玩一遍，这样的梦想，我可以陪你一起。赶快按下订阅频道，加上小铃铛。请问今晚住谁家？赶快来订阅哦！